打开手机镜头对准相片，莲花就地涌出，形成一幅画中画。透过 AR 科技，还能让创作者亲临身旁，解说创作由来、拍摄技巧。当你按下这个快门的时候，我40年来累积这么多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花，就是会刚好这一次，刚好配合我们大师的这个华语，刚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，一起展出。佛光山法宝堂台湾花景摄影展70件作品，从海拔3000公尺到海岸，创作来源遍布全台各地，由这位40年资深摄影师一手拍下台湾四季花卉，比较难得的，也有比较普遍的，就让你觉得说，哦，原来台湾有这么多花，很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深入法宝堂，还可以来趟佛国之旅。大众的成就。点选角色 AI 扫描，把脸变成可爱卡通。里面呢，一样可以巡礼佛光山的景观，跟着里面的法师参学善知识，然后学习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，甚至呢创造五合人生的祥和。其实也可以从里面呢去理解到大师他建设整个佛光山、建设藏经楼的这个建筑的脉络。然后学习，然后跟大众结缘，学习我是佛的这样的一个性格。从内到外，法宝堂充满各种视觉体验。过年过节，科技零距离走村，带走满满喜气。人间卫视蔡慧、黄胜全高雄采访报道。